对，叫他讲要站出来加这片，但是学长啊，我是讲的，珍珍姐准备迄个红豆的饼条，啊，食好到手无安尼吼。我本正咧咧厝咧讲要出来做店长，恁准要阁换我出来讲，因为这是伊的故事，伊感觉是伊的老亏待了咧。但是后来我甲解释了，伊同意我出来讲。去年一年内底碰见两摆皮包啊，规个皮包啊，迄个 driver license、credit card 啥物，规个皮包碰见两摆。头一遍，阮去 Monterey 迄边要去看迄个 butterfly， 啊，阮去租卡达车，阮甲车停伫 garage 了，啊去租卡达车要去洗。等下阮天表天好，迄公公来讲，那皮包那无去，伊想讲可能落伫放伫车底，啊，等伊车底找找。啊！才看到迄个玻璃遐烂叶，怎讲捡到伊个皮包啊？啊，摕去，因为迄个 garage 无人顾，啊，伊个皮包啊交去对面一间迄个店。啊，伊走去迄间店个时，人迄个人讲，因为等伤久，已经交警察啊，所以阮跩尾仔知影，随赶去警察局，啊，嘛好甲载互摕着。佫一边是旧年个九月。伊家己一个人驶车走去到过 Oregon 过，过 Columbia River 迄个 Washington State 一个 Vancouver， 美国个 Vancouver。伊有朋友伫遐，啊，伫遐住几日了，伊要转来，因为遐一逝路驶车爱驶十一点钟，啊，所以伊着透早朋友还咧睏，伊着家己点点啊。我甲朋友拍醒安尼吼，啊，就家己就五点就出门。啊嘛，真正是感谢主，好佳哉，伊是过河到奥利格无偌远，伊就伊也讲，啊皮包安尼无去，啊规个皮，伊毋是干呐皮夹，是规个卡棒，伊个迄个卡棒内底有 cell phone， 有 camera。啊，当然皮包啊，内底 driver license 啊，现金、credit card、ATM 卡全部有诶，拢装伫伊内底。你会当想象，伊若准讲驶到汽油无油啊，要加油迄阵，无钱、无 credit card、无电话，通去讨救兵，通通总无迄阵方便装。啊，就是种奇妙，伊就是多。讲无名，伊随翻头。啊，因为伊透早出门，所以翻头转去朋友因家的朋友嘛，拢还袂出去上班。啊，无翻头转去朋友，若拢去上班，厝里无人，啊嘛无迄款。伊叫是讲，伊袂记得退出來，结果转去因朋友因家找来找去，嘛是无伫厝内面。啊，伊卡卡棒放伊倒，啊，但是。想来想去，想到尾唯一的可能就是讲，啊，无敢会放咧窗户的挂面顶。我嘛捌听过，咱遮嘛有一挂朋友有时常讲，物件放咧车顶，啊，车就驶咧走。啊，若无重要的物件，无要紧，但是伊甲规脚，迄个脚板安尼放咧迄个窗户面顶。当然，这事后才知影，啊嘛证实真正安尼，因为尾仔人捡到迄个人。嘿，阮真正是足感谢主的，拄到这种 good Samaritan 哈。啊，伊伫遐已经翻头转找朋友，伊就只好开始，伊就甲我联络，啊，然后。开始，我所有 credit card 去 stop， 所有爱做的拢去做，去报警查啥物。啊，其他咱就是干来当祈祷尔，真正唔知影要安怎。啊，这个年冬咱无碰见的，还佫拄着迄 ID shift， 从头一去用的足济安尼吼。迄阵真正足惊吓，啊，就是只好祈祷。过冬日。我咧上班的时，一通电话，
对阮的银行的 Vancouver branch， 我听到是 Vancouver， 我就是讲，不然我讲是伊有碰见迄个 ATM 卡，伊讲有人捡着，啊，看到是 US Bank 的 ATM 卡，一定是这个银行的客户转送去遐个银行去。啊，终于安尼对银行的系统安尼找到我的办公室的电话。啊，后来恁阵倒转来了，就查 email， 迄个人 try his effort 要找到恁阵，要交阮联络。伊看到恁阵迄个学校，伊咧学校的迄个 ID， 伊嘛去联络迄学校，啊，但是出外是无可能去 check 个学校的 email。所以伊转来了，看到迄个人其实有 email， 啊，所以后来阮联络着。啊，所以伫这个去年底这个迄个 New Year Holiday， 阮跩决定讲要甲迄个人见面，甲说多些。啊，才知影伊捡到恁存的背包的是伊无头路，已经失业一年外，啊嘛感谢主，迄阵。讲伊咧上班，伊迄个头路才只好六礼拜，伊嘛找头路啊，啊真正是足感谢主，所以我咧含雪凤姐咧讲这个，伊看伊叫我出来做分享，啊所以我当迄个灵机给伊祝福，讲要唱他个迄条歌，上帝咧照顾你，真正是咱其实咱唔知影中间上帝拢咧照顾咱。感谢主。现在代志发生拢有伊个理由吼，因为讲 things happen for good reason， 也得一条歌讲 I believe。咱一边唱的时，才听迄字吼，看迄字，知伊意思。I believe that God has come.